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可乐。黄芪和枸杞都是不错的中药材，都有各自的养生功能，是养生人士的爱好和好东西。那么黄芪和枸杞能一起泡茶喝吗？有哪些功效呢？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补气血，黄芪和枸杞一起喝茶最大的作用就是补气，它可以有很好的补气血的功效，所以像一些气血不足的女性可以多喝一些，对于气血缺乏造成的皮肤苍白、手脚冰凉有很大的好处。利尿解毒，因为上火造成小便发黄、小便赤痛等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另外，枸杞和黄芪一起泡茶喝，可以有效的保护肾脏、抗辐射。现在坐在电脑前的人越来越多，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打发时间，经常喝一些黄芪枸杞可以有效的抗辐射，不仅可以预防紫外线，还可以防止电脑屏幕对身体造成的危害。平时也可以喝一些花果茶，补中益气，效果好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